蛙饭店十年，美人饭店十一年，从小在部落成长，所以只有我敢全部用原住民当员工，管理最重要技巧。我知道他们想要的，父母想要的，所以他们来两部车子去部落接保险接送传统，他们就签名，非常便宜，小学的200块，国中250，高中300，大学500，他们就签，一个月领一次。但是呢，每年的3月10号马上就到了啊，9月10号就是今天，他们父母明天都会上来领钱，领什么？奖助金，小学的3000，国中的5000，高中的10000，开学家里要用钱，全部给父母。父母呢放在口袋，搞去掉钱就放口袋了。有的父母会照顾，有的父母就喝掉了，但是也没有办法啊。但是现在比较好了，但时间久了他们会叫啊，学校要用钱，妈妈都不给他们。意外又很多，正好智邦科技黄安杰董事长帮了我一个忙，帮我成立了三月村原住民关怀基金。那我就想到这个方法，最后一条舞跳得好，你就配合给个小费，5块、10块、50块，跳不好就不用理他了。单位这个小费啊，是交委会来分一半，一半就给今天来的，另外一半就丢到我的关怀基金。其实我在部落已经出名了，他们有意外都会找我。明天白天我要去慈济医院的家务病房，也是有人受伤，也是要我去，我都公开的，他们来找我，我就会去帮忙。来找我，包括来跳舞，还是家里比较贫困。你们出来度假，又是员工旅游的很多，不要有压力，跳不好就不用理他们，啊、哦，没有关系哈，没有关系哈。但是不好意思，村长是有备而来，你们看着办就好。哎、小朋友不是针对你们的，是针对你爸妈的。热烈掌声！多元文化，族群融合。Bye.
较含蓄，用口簧琴来重琴。
枪拿麦克风。这两个我也不认识，非常给村长面子，一请就出来。我每次请，我心脏跳得比你们还快，好几次请他客人都不出来了。我有规定，不出来了，今天晚上你的房间断水断电。请问你从哪里来？台北。谢谢。您呢？板桥。谢谢哦，都是台北哈、哦。我们三月村很奇怪哦。这个新北市啊，就是台北的这土包特别多哈，不好意思。好，现在我要找四个女生，五个男生去请，女的请男的，男的请女的，他请谁，谁不出来，谁不出来，房间断水断电。咚咚咚咚。好，几个臭男生。咚咚咚咚咚。让你爸爸那么高兴。爸爸，帮你拿。阿妈，你不要下去了。翻开，注意看这里哦，每个人都要学哦。大门口有十个木雕，手牵手，是被你们车子挡到。明早五点天亮没有出来排两排，要罚站半个小时。有出来的不用，右脚朝后。来，右脚朝，看村长这里，好，往前踩，预备，开始。安那那的多平欢呀，咿呀哈呀。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啦啦的哆哆，咿嗨呀，咿呀嗨呀，嘿！开始走右边，右边，啊，拿来听起来一下，听一下，咿嗨呀，咿呀嗨呀，嘿！来，开始往右边，右边走，啊，啦啦的哆哆，咿嗨呀，咿呀嗨呀。哎，小啤酒嘞！快，啦啦的哆，咿嗨呀，哟嗨呀，嗨两边来，快！啦啦的哆，咿嗨呀，哟嗨呀，这边来了，快！啦啦的哆，咿嗨呀，哟嗨呀，一打来快！啦啦的哆，咿嗨呀，哟嗨呀，两打来快！谢谢。怎么要去这样？新娘子看上你好，不能讲话，我要讲评。刚刚出来跳跳得乱七八糟。